看到香莲乐团主唱 Freddy 的体格，大家歌迷是欢喜个叽叽叫。今年参加大港开唱的乐迷，又阁有机会会当看到大明星。香莲乐团的粉丝专页曝光，大家伫大港开唱见面，这嘛是主唱 Freddy 林昌泽卸任李伟了后头一遍开唱。专心唱歌啦，哈！现在这个 Freddy 就可以回归他本业了，哈！那不然我们看他每次。都很忙，也要一方面要做国会要交，然后立法院要问政，所以他这次来希望他能够唱个够来满足他亏欠歌迷的这个额度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李孔迪说大港开唱的大港都行是日本的弯道公来。正常是酒井法子，这是第二个做大港女神的日本女明星。日本的金属天团极限荷尔蒙，还有上届八年草东没有派对，马龙泽回来。金曲歌后邓丽蓉第十三遍回来到港边。今年大港开唱庆祝十五周年，可说是卡司非常豪华。被誉为初恋女神的满岛光首度参与金曲乐团闪灵，确定参赛演出。预告这次将与科技视觉团队合作，也让乐迷非常惊呼，堪称是十五年来最豪华的一届卡司。李孔迪说：“大港开唱，这卡司真正有诚意，搁加上香莲乐团嘛要来，好歌迷是足期待。”《民视新闻》高雄报道。